收看《爱妈妈劳作教室》。我们要来做劳作了，今天要教大家玻璃彩绘。所需要的材料有：广告颜料、亚克力、亚克力、玻璃瓶，还有画画的水彩笔。好了哦，因为啊，这个广告颜料需要加白胶，它才会有粘性，画上去才不会水洗之后它就不见了。我们还要拿去烤箱烤。那家里有亚克力颜料是更好的哦。那我们就可以准备玻璃瓶，还有我们的水彩笔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上色了。那我们现在就沾上颜料，往这个玻璃瓶上面。你任何喜欢的图案，慢慢的画上去之后，等它干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拿到烤箱烤。我们完成了，你觉得漂亮吗？漂亮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玻璃瓶总是很漂亮哦，我们可以把它当摆饰放在家里面，或者是插花放瓶都可以哦。大家来试试看。